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6面啊，606面倒数第四行。 当中看起，故下序言，引导群生，协助爱主。前面我们读到，为大导师，当然他就要 引导群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下面接着了有这一小课的经文。着就是执着，染着；爱呢是贪爱、喜爱、恩爱。 古云：“爱不种，不堕娑婆。”众生染着难舍，菩萨妙德能令永离。这几句经文所说的。 六道轮回的根六道生死轮回根源就是爱着，着执着，《华严经》的执着，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见思烦恼。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经论合起来看，才真正了解它的意思很深很广。古人说：“爱不种，不生娑婆。”这个不多意思也可以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 娑婆，尤其在我们现代，现在的娑婆是什么？现在娑婆苦苦到极处你看到处都有灾难发生，太苦了。因此，我们希望离开娑婆，这个意念 也比较深刻，比较容易能够生得起。如果这个世界是太平盛世，想离开娑婆的人就不多了，大家都留恋这个世界，这世界太苦了，那逼着你不能不离开。 我们才想到极乐世界。对念佛人来说呢，这是个很好的逆增上缘。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要发心。那么菩萨有什么好方法？ 帮助我们众生永离三垢三垢就是贪嗔痴，有什么方法？实在这个妙德方法就是这部经啊。这一部经，如果你深入之后啊，你真的明白了啊。所以这本书很好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导游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啊，讲得确实详细细腻啊，你听了之后不能不相信啊！啊，真正相信了，求生净土的心油然而生了啊，你就能够永离三垢了啊，对这个难分难舍的永离啊。如果家里面的缘好啊，家亲眷属一起念佛啊，全家移民到极乐世界，好事啊！啊，不是你一个人走啊，全家去啊，到极乐世界真的还在一起。如果不到极乐世界，说来生再能够在一起，相当困难。为什么每个人造的业因不一样啊？六道里头是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这个事情不能够不知道啊。三垢就是三毒，贪嗔痴三毒烦恼啊，佛令众生游戏与神通之中啊，这是菩萨帮助你的。不但菩萨妙德能令永离，菩萨还能够令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啊，游如水之流泻，戏呢安逸闲在。真修行的人，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是表任运于神通之中，自在无碍啊，这叫游戏神通，是真的吗？是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真的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啊，你心里面就不死了，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起心动念，杂念少，佛念多啊。如果你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天从早到晚杂念只有2%，佛念有8%，这个游戏神通你就体会到了啊！为什么呢？你真的在其中啊，在这个世界是游戏的，你不再执着了，你不再有得失，不再有牵挂，不再有忧虑，心开意解，得大自在啊！啊，心心系着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的觉悟一步一步的接近了，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与这个世界一步一步远离了。啊，所以游戏神通你能够感觉得到，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啊，只要佛念胜过杂念，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后面这一段沈念老总结这一大段又闻大义这个又闻是总指前面这一大段文字。菩萨一心正直，安住一尘法中，复居善巧方便，精勤求法，广为人说，悉无厌倦。也是说明菩萨自行化他的善巧方便。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无论在家出家，要学菩萨。不学菩萨，现前的这苦难，你无法避免。将来的果报自己要承受。苦不堪言我们能学菩萨，那就解脱了。怎么学呢？一心正直，安住一尘法中，这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问题整个解决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尘当中的一尘，一尘的核心我们从这个经从头学到次第，深深的体会到也深深的肯定了它确实是一尘当中的一尘，一尘当中的核心佛举，同时它又举善巧方便，一点都不复杂，一点都不难阿弥陀佛四个字就能帮助我们稳稳当当的永离娑婆世界，到那边也是永住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安住下来了，一直到成佛。不再离开。虽然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供养祝福。听诸佛的教诲，那是分身去的，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跟阿弥陀佛相仿佛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六明这个三明六通同时具足要是靠自力，这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可以得到的。普通菩萨有六通，没有三明那么我们知道，到极乐世界这种能力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我们是享弥陀的福报，弥陀做了我们的大施主不但给我们圆满的福报，同时天天讲经教学，给我们圆满的智慧。到极乐世界是福慧双修我们自己要自爱要自重自爱自重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每一天佛号超过万年，这就是自爱自重啊，每一天妄念还超过佛号啊，那就是不自爱了。啊，我们这一生往生未必有把握。 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不能不清楚啊！所以精进求法，广为人说，修厌倦啊！年轻的同学，发心效法菩萨。 精勤求学啊，学到之后为别人讲解自己一个人独修，不如大家在一起共修。共修是一众靠众啊，不至于懈怠懒散。 啊，学了以后就讲好事情。啊，如果自己不能讲，我们现在有光碟，啊，可以带回去。家庭就是道场，家庭一家人可以一起学，邻居、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学。 不能天天做，啊，大家工作繁忙呢，一个星期找一天，定期聚会，听无量寿经，啊，听完这一篇之后，大家分享，哦，那个很殊胜啊。 啊，你学的时候，你可以来主持分享。啊，看每个人听了，啊，他的感受，他的心得，啊，给大家做报告。主持人来做总结，这样修学进步很大了。完了之后。 在一起念佛啊，解行并重，一个星期一次，在今天这个社会做得到啊。如果在这个里面得法喜了，你其他的一些娱乐，你自然会放下了，不要再看电视。 啊，你这个心才能够专一，一心正直。菩萨戒得清净，所有言说能令闻者心悦幸福。这一点，我们学佛最低限度要把《弟子规》落实。《弟子规》是戒，根本戒。 啊，无戒十善呢，都是以《弟子规》为基础，而无戒十善呢，是三乘佛法的根基。啊，过去古人学佛没问题，成就的。 效果不胜枚举啊！现在人修学的成绩大不如往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没有戒德的基础，所以这门功课啊，一定要把它补出来啊！不可以说别人都不做了，我做它干什么？啊，别人不想往生呢，我们真想啊，真想去，这个条件不能不去做啊，所以真想的人一定要做，要把《弟子规》做到，变成我们日常起心动念言行的准则。啊，不能相违背。弟子规做到了，最好感应篇要熟。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对我们一定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啊，教我们断恶修善了。啊，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啊，知道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他也能督促我们求生净土。啊，有这样好的修学的德行。啊，这是小德行，因为现在人不修了，有这么一点点就感觉到很值得人尊重了。啊，我们如果求生净土，具备这个戒德，啊，这才真正是经典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有份的。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个，与我们不相干了。我们要想加入这个法会，那你觉得一定要做到啊，把这个基本的戒律要做好。所以你所有的言说呢，能令别人心悦幸福，啊，别人相信你，别人服你，为什么？你做到了，于是则大明发光，高见发传，大放慧光，啊，光弘妙法，破除众生无明痴暗。这是啊，你看，先有小成就啊，然后因缘成熟了，你的同修伴侣多了，能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你就可以见道场了。啊，在家居士、建联社，现在我们叫净宗学会，啊，建居士联。建念佛堂，那这就是高见法传啊，大放慧光啊，这是讲经说法了啊。现在科学昌明，技术不断在进步。成本越来越低廉，啊，我们就可以考虑网络电视，啊，网络电视的成本便宜，现在卫星呢成本也不高，啊，那么这种弘法的工具真的是高见法传啊，一个地方讲学、共修，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到啊，有缘人呢都能够聚在一起啊。虽然人身体不在一起，我们的意念聚在一起，这个力量非常之大了啊！这光弘妙法。啊，讲经说法的目的没有别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大家破迷深信啊，对正法有了信心，有了正确的认识啊，再进一步鼓励大家发愿啊，我们一起搞极乐世界啊，我干得很认真，很努力，别人相信啊。如果自己不干，劝别人，这大概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自己要头戴好，啊，真干一点都不含糊。菩萨内心纯净，仪态温和，得乎中而行于外，表里亦如，这是菩萨基本的一个条件，不能不做到。啊，内心纯净就是一门深入，不杂不乱。啊，行门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表现在外面的仪态，至少也能跟孔子相比。温良恭俭让，真能做到啊！别人争我让啊，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我们跟任何一个人都能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没冲突。啊，早年我跟韩馆长相处30年，有很多人说韩馆长很难相处啊。啊，那是个女强人啊。我说我没问题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我们俩很好相处，没冲突啊。啊，我要的是讲经教学，这他不要啊，他要的是明文礼养，这个我不要啊。他当馆长有名啊，有权有势啊，他管人呢啊，管钱管事，他都管去，我就不要管了，所以我就变成三不管了啊。他是三管，我这三不管，所以就没有冲突了啊。如果我也要管的话，那冲突就起来了，那就不能相处。啊，所以我们想到孔老夫子跟任何人都会和睦相处，因为他老人家温良恭俭让。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我们尊重一切人，一切人都是佛。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眼目当中他都是佛，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永远是礼敬。普贤菩萨教给我礼敬诸佛，他真的是佛，他不是假的，他自己不知道，佛菩萨知道，佛菩萨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知道。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铲除业障。你说这样的人，谁不欢喜？啊，谁不尊重？谁不爱戴他？那我们这些年来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国家地区，大家都知道啊。啊，中国国内有一些误会的是什么？他没有跟我相处过，他在那里猜呀，大概我也是个喜欢竞争的人，我猜错了，我不跟人竞争了。啊，你要的我都不要啊！啊，我要的我相信你也不要，你要也很好啊，我都让你做啊！你说讲经说法的时候，你别讲了，我来讲，好啊，我就让给你讲啊！啊，当听众比当讲师有福啊，讲师很苦啊，很累呀、啊，听众多舒服啊，在那里享受啊！ 啊，所以说你要讲台，我也让给你，我通通都能让啊！啊，跟任何人都没冲突，啊，那个冲突是他们自己怀疑当中产生的，不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给你争名，也不给你争利，啊，连弘法利生，我也不给你争。 你要我全让你啊！我还给你感恩，给你磕头啊！为什么？你把我这个担子卸下来了，我得轻松了，我解脱了。啊！所以得乎中而行乎外，表里也如。 菩萨即定明察，定慧均等，即照同是也。即定明察，前面我们学过啊，定慧均等，即照同是，这是他起用。故于众生为大道士，自觉觉他啊，大道士是个名。 如果你喜欢他，这大导师尊给你呀、啊。我们愿意做小学生呢、啊，那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啊。普令众生呢，悉皆除恶行善，顺于佛法，降伏非心。这个非心。 就是邪念、邪知、邪见，这叫非心。啊，心里面是正知正见。啊，邪思邪念不是真心，贪嗔痴慢疑不是真心，都叫非心。 啊，名闻利养不是真心，真心里都没有。啊，那都是非心，自私自利也是非心。啊，这些错误的知见、妄想、分别、执着，一定要降伏。啊，用什么降伏？我们敬重。 极远极顿的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全都降服了。念念细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了。舍诸爱着啊，一切这个爱跟着都把它。 放下，永断三毒啊！现在我们得加2个五毒啊。3毒是贪嗔痴，贪嗔痴后头有傲慢，有怀疑啊。贪嗔痴慢疑要永断了。 啊，怎么个断法？学习经教，就这一部经就够了。这一部经，如果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学透了，你的贪嗔痴慢疑自然就没有了。你的自信里面的西方极乐世界慢慢就浮现出来了。开显本性，安住神通，自在无碍。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做得到，只要真正肯用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10年、20年，这个境界就显现了。后边是最后的一段，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灯，最为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也。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这个一段，念老注子里面说，右段更光明菩萨真实功德，因缘愿力，因缘为一奏因力愿力，这两种力量，静因所缘，因力愿力为第一门，其修所依，过去所修一切善行，能生金善，这是因力。这是因，因是过去所修的。那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了，这是缘。因缘具足就成就我们修学了。如果没有因缘，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修起。所以每一个同学，你们听到阿弥陀佛生欢喜心，听到这部经，或者听到阿弥陀佛经，听到净土，能生欢喜心的，都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过去生中没有善根，你这一生中比较上困难。你不相信这一桩事情，如果你稍稍细心，你去观察，不学佛的人不算，学佛的人，乃至于出家的人，他学别的法门，他不相信净土。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没有因，这一生遇到善知识，听闻这一部经，他也不相信。他听了不喜欢，听不下去。2个小时听几分钟他就走了。有不在少数。所以世出世间法都要讲究因缘，世间法也不例外。过去生中曾经做过的，这一生中做起来好像得心应手，很顺利。过去生中没有做过的，就感觉到很生疏，做起来很困难，必须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慢慢他熟悉了。 那我们修净土也不例外。缘强还有办法我自己来说，我这个缘很强，因很弱，所以最初学佛不相信净土，那是自己很傲慢。 自己认为很聪明、有智慧，净土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度了些老太婆没有知识的，大概是他们学的。念李老师劝我，劝多少次，我不反对了，但是我不接受。我跟诸位说过，我接受净土是什么？讲华严经。 学佛10几年了，讲华严经，有一天偶然的，心血来潮，想想这个文殊普贤，他们是修什么的？善财童子是修什么的？经没讲到，他在后面，把后面翻出来看，翻到40华严，第39卷，40华严40卷，38、39卷，看到文殊普贤，通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我很吃惊的。华藏会上这2位大菩萨，毗卢遮那如来的助教他们怎么会念佛求生净土？而且还把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通通带到极乐世界去参学。这个在我们这个人间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是这个道场。 把道场所有的信徒都带去了，那个住持和尚不大发雷霆啊，那还得了啊！可是毗卢遮那不但不发脾气，还赞成，欢喜，说2位菩萨做的很对，不一样啊！从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去。 认知净土，重新去认识阿弥陀佛，所以这就是过去当然有信心不深，这一次的语言特别殊胜，老师能随顺我，我喜欢经教吗？好，你就去学经教；不喜欢念佛，你就别念佛。 他顺着我，所以我在《法华》华严楞严里面认识了净土，楞严经里面25圆通章，那是修行的例子榜样把观音师智摆在特别的地位，表法。 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25个法门，这2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不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历代祖师都肯定的，都讲得很清楚的，大势至没讲清楚。 所以很多人说，认为25圆通只有一个特别法，啊，我原先也没有看出来，是被日本人问出来的。啊，那一年临济寺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啊，台湾大学有4个学生，都是4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带着他们的老师，这老师日本人，啊，日本和尚，啊，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啊，来访问我，啊，这个日本和尚问我。 研究什么东西？那时候正好，我跟李老师学楞严经，我说我正在学习楞严经。那他问我你修什么法门？我修念佛法门。他感到很压抑，念佛法门跟楞严经有什么关系？他这一问，哎，就把我的问题问出来。 我立刻就想到，我就回问他：“我说大势至、观世音跟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这一问的时候，因为《楞严经》里面讲修行法门，这2个是顶尖的啊！你说《楞严经》跟净土法门没有关系，那观音师智在表什么？ 关系可大了啊！而观音菩萨这个表法非常明显，因为他排列的顺序是第2个，从第2个掉到最后，这个太明显了，所以每个人都看到。那么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2个只换了一个座位，不容易看到。 大势至排名第23，弥勒排名第24。弥勒跟大势至2个对调一下，啊，弥勒变成23，大势至变成24，24也是特别法门。啊，你看这临时这一问问出来了，不问的时候疏忽了，太大意了。 一问吧，问出来了，啊，我很欢喜，幸亏他来访，啊，让我很小心的把这个问题这发现出来了，2个特别法门，那2个特别法门为什么不把大势至排在最后呢？这是。 教学的善巧方便，大势至耳根法门是通遍法界虚空界；观世音菩萨耳根法门是只有这个地球，地球上众生的根性，这个根性呢，耳根很利，哎，听很清楚，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听得清楚啊，所以听这个能力比看。 要强，啊，所以就特别是地球上众生，跟观世音菩萨耳根很相应，啊，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切地球跟众生的气，而大势至菩萨念佛云呢，是其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根基，这个太殊胜了。 啊，古大德在注解里头没有把这个东西细说出来，啊，这太重要了，啊，那个日本法师没看到啊，啊，他问我这么一句话了，他要是搞清楚看到了，他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啊，但是提出问题是对我影响很大。 啊，让我一下就把答案找出来了。所以其修所依有因有缘啊，这个因缘非常殊胜。王希云：“续使善根为之因理，亲近知识为之缘理，因缘和合能起现果啊！有因有缘，有缘呢，你的行动就起来了。上面两说相同啊，意思差不多，但会疏啊稍异。”慧疏是日本人，日本的祖师啊，他的说法跟前面呢有一点差别。因理者，菩提心正是佛道本因，能观三世诸佛，令众魔大折不苦。这是说因理是菩提心，这个说法呢局限在大乘啊，大乘的因确确实实是菩提心啊。我们念佛，你看看，真正要想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经上前面我们念过，三倍往生，往生正因。啊，这两篇很重要，这两篇是修行的方法。啊，三品往生的正业全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讲得太清楚了。啊，连一心三倍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菩提心是真心，菩提心的反面是妄心。啊，菩提心不好讲，也不好懂。啊，古大德简单的告诉我们，啊，经上的直心、身心、大悲心，在起心论上的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经论合起来看，意思比较清楚。啊，至诚心跟直心，就至诚心就是直心，直心就是至诚心，这是菩提心之体啊，真心啊。啊，我以后跟大家介绍呢，我把这个真诚心呢，我用真诚两个字啊，至诚心跟直心啊，我用真诚，真诚心啊，真诚心其用，对自己真心对待自己，那就叫身心；真心对待别人，那就叫慈悲心、大悲心啊。所以我用了10个字，取本经的经题身心，那大家好懂啊。用什么心对待自己？清净心、平等心、觉心。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真诚心对待自己就清净平等，那对待别人呢，就是慈悲。啊，我们起心动念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就是菩提心。言教修行，无论是哪一部经论，无论是什么法门，要记住，学习所得一定是清净心，这就对了。啊，你所得的是清净平等觉，是真的自受用啊。这里头有定有慧啊，定慧等学就是清净平等觉。如果定慧不等，定多慧少，慧多定少都不是定，都不是菩提。一定要定慧均等啊，定慧才能够起即照的作用，它不平等呢，即照的作用没有啊。即是根本智，照是后得智啊。所以他说，菩提心呢是佛道的本源，这话没说错啊。能观十方三世。菩提心一法，无折怖啊，就魔恐怖啊！啊，为什么魔就怕你成佛？菩提心一法，看到你要成佛了，他拦不住了，他障碍不了了。啊，远离者呢，广求知识，大举众善呢，此云又转凡入圣，大为得利故。啊，广求知识是什么？善财童子53参，广求知识，每一个善知识都教给他法门。什么法门？断恶修善的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他大举助善了。啊，这个用53参来解释，就很容易懂啊。啊，此云有转凡入圣，大为得利啊，善财童子。是这几句话最好的表法。两说文义，而说无违，说法不一样，并不相违背。啊，今言以过去之善为今世之言，慧疏呢，则以今之菩提心呢为成佛之言。是则，若无过去多生善心，这不能发起今日之菩提心。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了。若不发菩提心，则无成佛之因。故两说可互补。啊，此两说中，慧疏与本经较亲。为什么？因为本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项专念，乃本经之宗也。宗是修行的宗旨，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所以慧疏跟本经非常相应。又慧疏曰：“啊，这个当中还有一行啊，净言云，愿力净言云，其心之愿为之愿力，愿很重要。没有愿，行就不得力。愿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愿，就是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的功夫不得力。往昔人求菩提心呢，未至愿力。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什么？求大菩提，求大菩提就是求成佛。是求回归自信，是求圆满的智慧德相这是愿力。又会所愿，愿力者，四弘誓愿，能尽佛土，成就众生果。综上三述，把这三种讲法合起来看。以四弘誓愿庄严国土，成就众生，志求本有之菩提心，并发愿起行，是为愿力。这把三位祖师大德的说法合起来。四弘誓愿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佛门宏愿的总纲领。学佛人天天都念它，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修，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四愿要详细的来说，真正讲起来，愿只有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愿。后面三条成就这一愿，你后头没有三条，这愿是假的，你凭什么度众生？为了要度众生，才断烦恼，才学法门，才成佛道。可见的，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都不是为自己。这个意思深呐！要为自己呢，为自己四弘誓愿全都没有。你决定你学不到为什么？为自己你是烦恼领先呢，你怎么会成就？人家那个成就是以众生为先呢，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是为他的，不是为自己的。为自己可以懒惰懈怠没关系为别人就不可以了。我早一天成就，众生就少受一天罪；我晚一天成就，众生就多受一天罪。你看看，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在推动你世间法动力是什么？名利呀！有名有利就干了，拼命去干了。没有名利谁干呢？没人干呢。中国大陆在初开放的时候，多少人进中国大陆去参观，中国人民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每个人不想干自己。为什么呢？他干也吃这么多，不干也吃这么多，何必要干呢？所以他没有名利那大家就懈怠了。以后你干多少的都是你的，大家就拼命干，一下你看就发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世间法的那个劳动力力量从哪来的？从名利来的，有名有利，大家就拼命了。那佛法名利都不要了，他还那么样起劲去干，那是什么力量推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力量可大了。啊，这是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道，就是这个力量。啊，许多人不知道啊，你们学佛的人到底干些什么？又不要名，又不要利，啊，又不要好吃的，什么粗茶淡饭勉强都过去了，还那么欢喜的干，你到底是为什么？说头脑有问题。啊，所以他不知道啊，佛法里头有个四弘誓愿在督促他。啊，四弘誓愿就是业愿，后头三个要完成它。啊，你要去度别人，头一个你要有德行。啊，德行是德行叫把烦恼放下。烦恼无边誓愿断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要放下了。啊，成就德行，成就德行之后，才学法门，这对的。修学法门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上。如果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前面的这些，法门成就之后，很容易就堕到名闻利养去了。啊，到最后自己不但不能度别人，恐怕就堕落掉了。道德的根基太重要了啊！那么在初学，我们也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也在学法门。对，这个学法门，实际上它是打根基的啊，因为是一个法门容易得定，定就能开智慧。啊，所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光学多闻，不是的。啊，一门深入是成就你德行，成就你定慧。啊，定慧现前了，你才能光学多闻。啊，光学多闻不费力气啊，因为你这根本知得到了。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根本智啊！啊，根本智就是寂静心啊，就是清净平等觉，那是根本智。它起作用就是开智慧啊，所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个顺序去做，你不能把它搞颠倒。啊，那么现在人学佛不能像古人那样的成就，什么原因？颠倒了。为什么？断烦恼的不要了啊，他只讲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最后众生也没度了，自己也堕落了。那么由此可知，断烦恼在佛法修学它是关键的。成功失败的关系啊，自行的成功失败，度他的成功失败，关键都是在断烦恼啊！可偏偏现在人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舍掉了啊！而还有我在初学佛的听人家讲，吃人的戒律，戒律不是好东西啊！啊，把人捆绑起来，让人家不自由，动荡不得。那佛法可以学，那戒律可以不要啊！啊，这我们早期学佛的时候，常常听到佛门这么说法，错了，大错特错！啊，我很感激张家大师。我跟了3年，一个星期见一次面，100多次吧。啊，每一次去离开他的时候，啊，他都会送我到门口，啊，很轻很低的声音跟我说一句话：“戒律很重要。”那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听得耳熟啊，没有在意啊，我也没问他，他也不说啊，他知道我们年轻人那个心态，只是这一句话用了说加深我们印象。到他往生的时候，我认真反省，我跟他3年，他教我什么？这一反省呢，第一个印象就这句话：戒律很重要。为什么老是说这句话？啊，在我其当初观念当中，戒律是生活规范。啊，也确实如此。那我们是现代人，释迦牟尼佛是2000-3000以前的人，时代不同了，这规范还用得着吗？啊，再说我们是中国，有自己传统文化，它是印度的3000年古印度生活规范，我们要学它干什么？我们挺有理由的，不接受啊！3天反省，发现了，哎，可能是佛家讲出世间法，中国传统讲世间法，世间法这些规矩，各一段时期必须要修订。像法律一样定下来，过几年不太适用，要修订一下世间法。所以3代之理有心有格啊，就是经过修订。那佛的戒律是出世间法，你要想出世间，那你就得修它；那不想出世间，那你就不必修它。我想通这个道理。哎，在张家大师火化的那个榻，我在那住了3天3夜，想到这么一个结论，明白了，戒律跟世间的理不一样，不能够相提并论啊，那是世出世间法的标准，所以它不能改变。啊，从这一个新的思维，我就开始看戒律的书了。以前戒律是不看啊，到晚年就是发现了弟子规是戒律，感应篇是戒律啊，许多宗教里面都有戒律，都有伦理道德。啊，这个东西不但出世法要管用，世间法还是管用。啊，因为有它，这个世间的这些礼乐啊规矩，才真正能做得好。它很管用。 啊，最重视这门东西啊！啊，老师确实用心很苦啊，一定让我自己去悟出来，我才相信他不给我讲。为什么讲的是我心不服，反而把自己的悟门呢给堵死了？这个是教学里头最高的技巧。 啊，为什么不跟你讲？讲把你悟门堵死，你不会悟啊！哎，不讲，轻轻提示，让你自己慢慢去觉悟。啊，用这套方法教学，最擅长的是中国的禅宗。啊，他就是不识悟，一定叫你悟得。啊，然后你把悟得的。 你提出来向他报告，他给你印证。啊，所以戒律非常重要。戒律就是断烦恼，烦恼断清了之后，你才能学法门。为什么？你学法门才有悟处。 你如果有烦恼，学法门你不会开悟，你得到是什么？是常识。现在人说的是你得的是知识，不得智慧也。智慧管用啊，知识不管用啊。啊，今天这个社会，知识不能解决。 那地球上这不是灾变，知识不能解决，科学技术都不能解决，啊，智慧能解决，啊，智慧是从清净平等觉里头生的，不是从烦恼，不是从知识里头生的，知识里头生不起来，啊，这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世间法那个心态来学佛，那你全盘错了。你一面学一面会批评你。啊，烦恼破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19岁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出去做苦行僧，去求学。这个表演是放下烦恼障。 啊，他的目的是看到众生皆苦，生老病死苦，才发现。啊，他具足第一条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放下家庭，把烦恼放下。啊，去求知，求学，12年，到30岁。 把所学的这些东西也放下，啊，这是事先给我们看，所学的是什么？所知障啊，你所学的东西障碍你开悟啊，所以在菩提树下，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恢复清净平等觉，也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大彻大悟。智慧的能向好圆满显现。他给我们表演的菩提树下这一招，顿时顿修、顿悟、顿证，确实，你看烦恼断了，法门也得到了，全是自信的，成佛道了。开始度众生出定之后，首先到鹿野苑，这5个人善根成熟了，先度他们。最初的5个弟子，乔成如尊者第一个。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做四弘誓愿的榜样。圆满成就度众生的誓愿。在中国6祖慧能大师是实现另一种方式，也是顿时。顿悟、顿修、顿证，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他实现是个不认识字的，释迦牟尼佛实现是知识分子。慧能大师实现的是这种开悟，与知识没有关系。让我们看到更殊胜的世尊49年讲的一切经，没有一样慧能大师不知道，他全晓得。他都能讲，讲的绝不在释迦牟尼佛之下。他讲的能帮助人大彻大悟，能帮助人见性成佛，不可思议。说明什么？说明一切都是自性圆满具足的，你何必到外求呢？你到外面求，浪费那么多时间，浪费了精神。吃那么多苦头，你并没学到。怎样才学到？原来放下就是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句话了，放下就是我们看到这2个榜样，要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去观察，找我们自己毛病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跟他做到他那个样子？放下这一句话说得很容易，做起来很难。那实在做不到怎么办呢？佛留下了这部经，念佛往生、念佛成佛这个法门，跟那个圆顿很接近虽然不能像他能一下就成就，我们这个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啊，你看快的7天，若一日到日，到若70，上上根人啊，像慧能那种根性啊，7天真能成功啊。中等根性的人，3年5载肯定成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得到的信息，几乎一半的人3年啊，3年念佛成功，欲知时知，自在往生。这是一般人全能做到啊！前几年深圳黄中昌居士，他就给我们表演给我们看了。啊，30几岁年轻的小伙子啊，听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么一回事情，他试试看，到底是真是假啊？就发个心，闭关，在深圳闭关，向小丽护关。向小丽今天的福报从哪来的？护关来的。啊，黄中昌真往生了，这个护关的功德可大了。啊，今天他享的福就是护关来的。啊，那么他不到3年，2年10个月，还有2个月期限满，他就预知时至就往生了。啊，没有生病啊。啊，这是现身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由愿而无心，是名虚愿，则无烈也。啊，由愿没有心，不能成就。啊，这个愿是空愿。如是因缘和合，复具愿力，则自然出生善根。啊，善根者，如是大师曰：坚固的善心，深不可拔，乃名根也。啊，在佛法里面，《毗婆沙论》说，善根者，不贪、不嗔、不痴，一切善法从此三生。啊，这个是佛家常讲的3善根。啊，世间所有一些善法是从它而生，不贪、不嗔、不痴。反过来，贪嗔痴叫3毒。3毒是所有一切毒害，就是从它生的，从贪嗔痴生的。啊，我们内心里面有3毒，这是什么？所有一切生死疾病、罪孽的根，那它在造作。如果把贪嗔痴拔掉了，没有贪嗔痴，你的心里头直生善法，直生功德，不生烦恼，不生恶业，所以叫三善根呐。这坚固善心，深不可拔。鸠摩罗什大师说的，是故善能生妙果，并复生于善，成为善根。妙果在经中讲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这是妙果。妙果之外，一切善它都能生，所以叫善根。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头一个就是善根的条件的。大乘教里面说，菩萨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菩萨有最严重的障碍，怀疑。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疑障碍精进。世间法不贪不嗔不痴，一切善法圆满具足啊！这个东西不能不把它断掉啊！所以贪嗔痴，我们自己认真反省。如果一年比一年轻，这个现象好，证明我们修学功夫得力。如果年年还都是一样，甚至于比今年比去年还严重，这个麻烦大了。这个自己要高度警觉。为什么呢？你道业没有进展。你停留在老地方，如果今年比去年还要严重，那完了，你退转了。退转就回到三恶道去了。要晓得，贪心堕地狱，堕这个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你想到这个地方就害怕了。贪嗔痴没关系，想到贪嗔痴三种果报就害怕了。这能干吗？来生愿意到三途吗？不想堕三途，你就把三途的根给拔掉。贪嗔痴是三途的根，是三毒的因呢。弥陀要解云，菩提正道明善根及清因。下面念老有注解：菩提正道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此即成就菩提之清因，因种子也，乃成就菩提果的种子，所以叫做善根。这是耦一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专门对修净土，专门对祈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这种人讲的。所以劝我们发心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清净平等觉的心。我们把上面加真诚，下面加慈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切时，一切处，其心动念与它相应，不违背它，这就是菩提心。当然最重要是第一个真诚。如果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还用虚伪，错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不是我念佛的是用真诚心。我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我也用对他，错了。别人骗我、坑我、害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都这种心，我们能学吗？不能学。你也晓得那是轮回心，用这种心搞六道轮回。他搞六道轮回，我想到极乐世界去，但是我还是用跟他一样的心，这就叫有怨无心。你想到极乐世界去，而你没有做极乐世界的因，去不了啊！不是佛法不灵是我们自己搞错了。所以别人欺骗我，我不欺骗他，我用真诚心对待他。别人陷害我，我用慈悲心对待他。为什么？他是六道轮回的人，我是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人怎么可以跟这个世间人一样？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回心转意了。这个世间用什么心态对我都无所谓。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一生叫最后生，下次不来了。最后生，来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不再娑婆了，跟娑婆告别了，这是对的。你对这个还有留念，还跟这个世间人结缘，可麻烦了。我们跟世间人直接发缘，将来我学成佛之后，我回来度你。这个对的，发愿没有善恶果报的这个愿，这个统统一笔勾销。那我们现前就得清净自在。所以一定要懂得，心是阿弥陀佛，心是真诚清净平等觉。对待别人也为慈悲、平等慈悲、清净慈悲，这就对了。那意向专念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属于行门。发菩提心是愿，有愿有行。用行来建愿，实践我的愿望。这意向专念，所以一定要学。在一天当中，睡觉不算，从你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佛念多于杂念，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的比例能够做到佛念8%，杂念2%，你就决定的是，不但决定的是，你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不该死。你念佛功夫成就了。如果我的杂念跟佛念是一半跟一半，5%跟5%相比，一半一半，往生未必有把握。那要靠临终的缘分的。如果我们的功夫是6:4，我每天的佛号60%，杂念40%，应该可以完成。再提升佛念80%，妄念20%，你就自在完成。这个事情要干了，这个事情真的，其他这个事情是全是假的。能舍要舍，该舍要舍，不再干糊涂事了。一心一意只求往生。除往生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就是成就菩提前因。前因就是种子，成就菩提果的种子，叫善根。有大悲经曰：“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盘境，不可穷尽。这就说到念佛人了。净土宗的善根是什么？就是念佛。古大德有个比喻，念佛功夫要念到什么程度？比喻当中说，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你就成就了。我们现在一般人，熟是什么？杂念。那不知不觉一天到晚会杂念起来，熟了吗？那佛号生疏，老是忘掉，提不起来。佛号生，妄念熟，现在把它调转一下，怎样把佛念搞熟，把自己习气搞生疏？这样一调转呢，功夫就成就了。这个说法说得很好。熟处转成生处，生处转成佛处，给他来个改变。这个改变，首先欲望放下，对这世界没有欲望，你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这个世界有欲望，对欲望有贪念，那就太难了。怨恨还要报复，要记仇在心，这个很难转。这个世间恩恩怨怨要一笔勾销，统统放下。啊，对于这些轻蔑的事，用一个心，感恩的心。啊，清净平等感恩的心来对待。啊，在娑婆世界，我们纠缠了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现在我觉悟了，不干了。啊，感谢大家，我走了。要有这种态度，要有这种心情。啊，真放下了。啊，这样的心情，你去念佛，佛就能转身为数。啊，所以是总得多想想办法。哎，经教挺好，为什么呢？帮助我们觉悟。啊，听经就是修行，听经也就是念佛。大师智慧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佛念佛是因，必定见佛是果。啊，一佛读经是一佛。我们常常想到极乐世界的庄严，常常想到阿弥陀佛的恩德。啊，这是一佛。念佛就是称这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不要间断。为什么间断杂念就进来了？用这个方法呢，把杂念放下。啊，因为杂念太熟了，不念佛它就起来了。啊，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把杂念念掉。那不念他又来了，那就总得要念，念熟了。什么叫熟呢？没有杂念就熟了，没有杂念，只有佛念。啊，这就像大悲经里所说的，啊，一乘佛念。这个一尘就是一相转念，一世善根入涅盘界，涅盘界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入涅盘界啊，生到极乐世界的殊胜说不尽呐！啊，到那个地方。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待遇，啊，我们讲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活待遇跟化身菩萨平等。比欲界的六层天超过。啊，化乐天、大化自在天不能比啊，与四禅品天也不能比啊。啊，那么这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享受，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阿弥陀佛福德从哪来的？在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无量界的修学功德啊，过去生中无量劫的功恨呐、它成为饶世王，这世间的大国王。 做国王遇见了自在王佛，听经闻法觉悟了，把国王舍弃，出家，叫法藏比丘。无量劫的那个善根，那个清音。 发起他的48愿，发48愿之后，又用5戒的时间，认真修行，勇猛精进。 将48愿每一愿都成就了。48愿成就的功德，感应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行力。 修行的功德成就的，它不是人工设计的，它也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施工建造成的，它不是，它是自然感应的，这个自然感应的，我们有证据。 我们明了，对这个不怀疑，为什么呢？欲界天他化自在天、化乐天都是感应，那是什么？是自己行善功德所成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这自然感应。 你造作罪业，罪业造成的感应是地狱，地狱也是化身的，也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建造。这个故事我们早年听朱金洲老居士讲，他的老友丈章太炎先生，这民国初年。 大家都知道他，他做东岳大帝的判官。有一天觉得这个炮烙的刑罚太残酷，不合人道请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很聪明，派2个小鬼带他去看，你去看现场去看。到现场了，小鬼说到了。 他看不见，这恍然觉悟了，是自己不善业力变现的，不是人造的呀。如果是东岳大帝造的，他可以废除；不是他造的，是你自己感应的，那有什么办法了？这完全明了，业力感应不可思议故知。 善根是清音，从因得果，果具种子，复作圣因。如是辗转，善根无尽。是故菩萨具足如下种种妙德。这首先介绍菩萨这一些智慧这能从哪里来的？啊，实在说，不是从外来的，全是从自己性德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